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陈军，你刚叫我什么？陈军。邵雨薇恢复记忆和贺军翔恋爱进度加速，观众期待的片段终于上演。你知道吗？昨天你走了，我一整夜都睡不着，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吵架。贺军翔的一席酒后告白让邵雨薇招架不住，两人恋爱进度被网友形容是高铁般的速度。大风大啊，干嘛干嘛啦？你爸被别人看见了。有人在吗？两人不断撒糖，在接下来这一集，贺军翔展现腹黑属性，攻略邵雨薇，成功获得浪漫沙发吻，以及接下来的神鬼大战也令粉丝期待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